院的裁定书了吗？有是包括都发局都有跟我回报，他们有收到法院的裁定书。但法院那边说他们没有职权可以来停工，这个职权好像还是在北市府。我们有仔细研究，包括内政部过去的几个函释哦。那依照相关法令的解释以及函释的内容，我们就会依照规定来不予施工勘验。好，那后续如果继续新建，那我们就不给予施照。好像已经回文给了院那里。我们预计今天会发函法院。谢谢一楼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被发现还没有解除这个纸约的状况。谢谢。我们其实在今年4月8号就已经终止警察局警用监视器的专用合约。好，那一切就回归到母约1761的费用。那我想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也都是依照1761的费用，我们在预算上也追减。二方面，我们也持续啊以1761母约这个费用来指引，那持续提供服务。意思是说，民众党的说法是有误的。